好，安心真经。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大大愿照光明，四大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甲午千秋双十，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即消灾化解，法会谢天恩，坛城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法界三界万灵，在座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维新圣教这一部经，安心真经，是安大众名扬两界不安的心。你要成佛、成道、成圣，要到上帝、天地，所有回归自己的净土世界，一定要心安才能回去。心安了，灵就很清净；心不安，灵绝对不清净的。心不安就被世间的烦恼执着、爱恨情仇困住了，走也走不开，跑也跑不掉。即使三寸气断了才爬出来，爬出来了还是在家里屋前屋后，在门那边啪啪走。即使我们的身体抬出去火化掉了，我们的灵魂意识里面还在屋前屋后，走不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要修行啊。我回顾到民国74年的时候，一位善信女士住在沙鹿的啊，一年人家告诉他来到台中，原来经修院请示王禅老祖。他为什么那么不平安？家里赚钱守不住，孩子也多病，全家都乌烟瘴气的，
请示王禅老祖什么原因。那老祖呢当下开示他，你犯了杀人罪，你昨天杀了你的祖先，拜你的祖先，吓了一跳。我昨天没有啊，昨天是祖先的忌日啊。啊，老祖开始说你昨天不是杀了一只鸡吗？他说是啊，那只鸡就是你的祖先轮回在投胎，所以那只鸡耶，你杀祖先拜祖先，当然你很不顺嘛。啊，妈妈大哭啊，怎么办呢？他不知道。我说你知道了，你就不会杀他了。你若是知道了，你就家里会很平安的，因为你不知道，没有修行嘛。所以这一件事情，就反映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人世间，杀杀打打，抢抢夺夺，不知道因果的太多了。所以世间会乱，家庭会乱，百事不顺。即使你空界投胎转世为这个人生，你没有接近圣人的教义，你还是执着世间的这一些荣华富贵，执着于世间的我骗你拐他强啊，在那里因地果还生，因因果果啊，所以这个就是人世间的不平安。所以王禅老祖道驾慈航于当下已经33年了啦，啊，一路来都与中华文化道同，易经风水学和宗教融合为一，要大家修行。易经是因果律的大导师，风水是我们家庭事业和谐的工程师，啊，宗教圣人的教义，无论是圣经、佛经、道经、可兰经、贝叶经等等经，啊，都是在开发我们心灵和念头，如何去做到问心无愧，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归自己天上界了。所以世间的打打杀杀都有因果的。那么今天传这个安心真经，唯心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也是台湾新兴宗教的唯心圣教。那么我们已经共修了9天，啊，今天这一节开始，要来为各位开示唯心圣教的教义和里面的真言。所以上节讲到唯心世界即是圣教，就重新开始啊，先师还是王禅老祖树为先师，鬼谷子树为先师，叫鬼谷先师啊。圣教真言为什么叫唯心圣教？圣教的真实义真言，这是上天圣神所开示的真理为真言。耶，天地立宗，圣人立教，世名宗教。
宗教不是一天到晚在那边拜拜，集合制造社会的混乱，社会威胁到国家共同的安危。宗教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中国山头那么多啊，不同的教派那么多，相互的对立攻打，隔山炮火炮轰，造成社会国家社会的不安，造成不和谐。所以中国大陆啊，才彻底的把宗教的真实意义、国家的立场，把宗教归列为社会知识分子的一个毒瘤。所以大陆中国啊，才会限制宗教，这个有国家的道理啊。在位领导者面对了十几亿人口，不能让少数把真正宗教的真实意把它污蔑了人心，所以中国才会将宗教信仰限制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国家也了解正确的宗教是安定民心的一个法门。那么宗教界的团体们应该有那一个智慧，宗教是祖国良相、辅国大将军，所以一个国家人民的信仰，每个人有不同的信仰啊，所以国务孙中山先生他的真理也是宗教，他的信仰就是博爱天理，博爱就是我们的心，博爱是共同信仰的智慧中心处所。而博爱的教义是三民主义，民权、民生、民主。民权是人有生存的权，民生人是有生存的权利和方法，但是不影响他人的自由。民主啊，民的主人是谁？是那一颗良心，知恩感恩报恩。一个大团体国家给大家一个安全的修行处所，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很多人到国外去，到处不自由，什么不方便，才体会到台湾中华民国这个宝贵哦。所以各位，我们要有智慧啊。所以天和地立中，天地之间就是正气啊，圣人所立的教义
以最贱的圣人，就是孙中山先生，他提倡的博爱，人民以服务为目的，民权、民生、民主，都是每个人，不管是中国或是世界各国的60亿人民共同的理念，智慧也是民主、民权、民生。这即是上圣的宗教的教义耶。可惜少数人把宗教成为自己各种不良行为与社会的团体，这是不对的。我们都是从天上界如来上帝的化身、神的化身来世间，是来体验人生，是来知恩感恩报恩而来的，而不是来世间上制造各种的纠葛和对立的。所以天地所立的宗就是正气，就无量光的包容。圣人立的教义，圣人立教，教是教义与教育，如何达到心安，释迦牟尼佛的教义是八正道，八条正确的路，可以安自己的心。正见，正确的见解，一件事情你要正确的见解，你必须要学易经、相对论和对待论。正思维啊，宽广的思维，全民安全的思维，不伤害他人的语言的思维，是正思维。啊，正于讲话，我们的嘴是要来赞叹任何一个人在世间上他的成就、他的功德，而不是在选举的时候脸色难看的骂人家混蛋啊，这一种不是正确的用嘴讲话，这是不对的想法，到最后来自想起来会窝囊，一辈子的心会被这一句话，把自己的糊涂行为搞砸了，结果让所有人民看扁了、看透了，一个人的人格啊。所以当然全民百姓大众不能以他为我们的思想的主轴和表达说话的方式，而正业、正确的工作，我们来世间上都享受到国家、社会、宇宙、虚空给我们生存生命的活力啊，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来做工作，也就是报恩社会。无论赚多少钱，都是自我来世间上学习来报恩社会的一种教育。正确的念头、正念，我们要慈悲啊，我们要知足啊，知道自己的福报嘛，正命，正确的了解到自己的命。你如何知道自己的命呢？你学易经，
中国五大学术，三一命虎相，就是正确了解到自己的来人世间的天命、正命。啊，有财无财，有官无官，本来就是天地注定了。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若要大富与大贵，唯从积善和重德，赶快积善和重德了啦。啊，这个就是正命，正精进，正确的精进，孝道。当我们所有的祖先都往生以后，他们在灵魂界的心中还是不安，没有机会接触到任何一部经典，任何一部经典都有龙天护法在守护的，所以啊，我们身为人子女的，你要将圣人、诸佛菩萨、修成正果的圣人们所立的教义、安心的教义、成就的教义、真言真理啊，就从经典经文，我们念经诵经来回向给我们自己的祖先，这才是大孝，才是真正的大孝精进。祭祖祭拜祖先，所以我们在元旦举办年头祭祖大典，这即是行大孝，安祖灵。那么我们当下这么多的列祖列宗诸祖灵，我们所有一切前世同修啊，你们有时间就诵经来回向给祖先，安祖灵呀，这是正精进呢，正定，正确的禅定，你要知一切法才能安定，你要知道要用意。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安心，你不学易经横冲直撞，到最后来弄成满身是腥味，烦恼一大堆，那你绝对定不了。那么忠孝仁爱心理和平的真言也是正定的法门啊，王禅老祖慈悲开示了，要我们修口，要修心和养灵啊，这即是鬼谷先生王禅老祖的教义啊，才能够禅定啊，即能禅定。所以宗教不是那么肤浅啊，所以宗教的名相名词，什么叫宗教？天地立的宗，正气啊，圣人立的教，真言，有利于人心的教义啊，那么即名宗教啊。所以宗教的名相一撇开来，王禅老祖开示宗教的真实意，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即名宗教啊。祝福各位。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大大愿照光明，四大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各位唯心圣教、唯心贤士、法师同讲师同修代表们，
及法会坛上，列祖列宗十方法界三界万灵，阿弥陀佛。好，王禅老祖开示唯心圣教。唯心圣教的教义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知一切因果律为易经，风水就是我们居住环境，大自然环境、小自然环境，也是环保的上圣智慧心法为风水学。再来宗教，是我们名扬两界和列祖列宗三界万灵印心上圣心法，是行大孝上圣心法，所以唯心圣教的教义，易经是知因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真理；风水是环境清净的工程师的上圣心法；宗教儒释道百家思想的教义，圣人教义为宗教；易经也是中华文化道统，7351年伏羲氏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也是宗教。风水也是宇宙虚空能量的调和法则，由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所悟所传的真理妙法，和列位祖师所传的所悟的真理妙法，也是宗教。所以很多社会上自称是学校教某某的教授等等，对宗教的真实意没有完全搞清楚啊，所以会批评很多的宗教的真实意情而可言。所以王禅老祖才开示，怕众生糊涂不懂，把宗教的真实意定义就是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即名宗教。唯心圣教的教义即是这个真言，教的法、教法和教义，好和教义。前段一阵训坎耿坤啊，言能立身，扭转乾坤，一气三千，两仪四象，八卦五行，这都是唯心圣教的教义。乾兑离震就是宇宙虚空先天生气的方位，它的能量，先天乾为蓝，乾为蓝呢，我们就以这个图都画过了，再画一次。
这乾卦，乾，啊，对，离，震，巽，坎，艮，坤，这个符号是代表我们所立的人、事、物、地球啊，太阳系、银河星系，整个大宇宙能量阳为光，两爻为阴啊，这个是《易经》的源头啊，算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你要论，一定要进来我们的法门来读、来研究，你才能知道我们人的头部是为乾，两只脚为坤，左肩为巽，右肩为兑卦，左手为坎卦。啊，这左手，这是我们的手，我们头，左肩、右肩，啊，右手。啊，艮，啊，就是我们的坤，是我们的腹部，我们的左足，啊，右足，这代表一个人身上的，人本身就有八卦了嘛。维新电视台各时段优质节目需要您的赞助，欢迎以个人。每个人部位的功能有它不同的功能，所以各位同学们，我们这一生有幸将7350年前伏羲氏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万化生成，而这个八卦、八宫、八卦。也是在开示，它是为天，它是为泽为海，好，它是为日为光，这个是阴，好，这个是巽是为风为呼吸，坎是为水，为水，啊，为山，为大地。这个阐述开示地球以外或是地球之内宇宙虚空，虚空名扬两界，无论你是天主教也在讲天国有山有水有大地有草坪，所有一切也都在八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里面。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所创的世界也是离不开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个法则啊。阿拉的天界天国，所有一切圣神、活菩萨、圣人，那么王禅老子的太极天净土也是离不开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所以法界满三千大千世界，或是微尘世界、心灵世界、尘埃，一点露、一点甘露。它也有一个世界，一个沙粒也有世界，都是离不开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哦，
所以我们不知圣人他的心在哪里。我们在外面妄加的批评，指责圣人的智慧还不够现代。事实上，我们现代人的思维还不及于古圣先贤的智慧呢。所以风水学的深奥，易经的深奥，不是一三言两语可以讲得完，一辈子讲不完。所以本人啊，将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易经八卦乾兑离震顺坎艮坤，以风水学，以哲学等等，在弘道三十年的当下，汇整了大集结，竟然有15600多册，证明古圣先贤的智慧是中华文化道统，大荣辱，真实不虚呀！我们有幸此生新弘王禅老子导驾慈航，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我们来到世间，接到这么多的华，将这么多的华借由我们的眼睛传达意念，转入心田，你们的列祖列宗，借由你们的口念出来声音，转入耳根，到意念里面就转入心田，啊，我回向印心我们的列祖列宗。哦，所以你有修行的智慧，你才能知道天地立宗、圣人立教的真言的真实和宝贵啊！啊，在乾兑离震顺坎艮坤大方向啊，枝枝节节的还太多了。好，我们陆续会贵人过来讲解。啊，言能立身，乾卦。一卦开天，再卦蔽地，开天就元亨利贞，元是成空性，亨到现象界，利普及利普照的十方，贞安大众，回归到心安境界的思维，元亨利贞。好，那么扭转乾坤。乾坤阴阳对待，我们在世间上你很多事情我们不懂，才会弄成很多糊里糊涂的烦恼，说我们要学道你才能扭转乾坤。在以前我还没学道以前，听到扭转乾坤后好神奇哦，啊，好羡慕。等到我学了道、悟了道之后，才哎呀，这扭转乾坤原来是这样，失败转为胜，啊，不赚钱转为赚钱，啊，赚钱转为不赚钱，这都是扭转乾坤嘛。那么我们这个名将圣人太会形容了扭转乾坤，所以你不学道，你不知道扭转乾坤。所以我们易经大学这么多的法师讲师还有贤士同学们进入法门，从原来从不平安，依照老祖所开示的圣法修行，一家一家的平安啊，家庭和谐，社会和谐，事业顺利了，这就是扭转乾坤呢。你要扭转乾坤，不是在那边空思妄想，漫天的道理，没有一项经得起考验，经得起实践，不是扭转乾坤呐、啊。所以在座各位法师讲师们，你们都是天尊如来化身，法身修道，法身和圣身。三生即以一生，当下你们可以帮助很多人，
啊，帮助社会大众和王禅老祖共转世界和平法轮。所以我们三十年了，将王禅老祖所开示的易经风水宗教百家思想教育观啊，提向国际挪威诺贝尔世界和平奖基金会而得到肯定提名，又入围了，证明中华文化道统维新圣教是现代世界新兴宗教，也是中华民国台湾新兴宗教。所以我们有幸有这个因缘，有这个妙法可以普利人天啊，那是我们的思维悟与不悟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有所觉有所悟，你就能扭转乾坤。当下我们的学思学念转为正知正见，你就是扭转乾坤了啦。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啊，所以我们维新圣教的法门念念都是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即是扭转乾坤啊。啊，所以你们大家都是世界和平法轮的推手，王禅老祖是世界和平的大神，我们所有法师讲师贤士都是世界和平的推手，不是黑手，是推手啊，这就是神的化身，天地的化身，祖师的化身，圣人的化身。你要化身必须要有法身，读一切法修一切法，你才能知道法身啊，你才能悟到真理啊。所以三身合而一身，各位就是圣身或是佛身了啦。我不老后好，我们再来，一气三千，气就是天心，一气就是三千，就为天心，从一点宇宙的中心主宰化为三千的三千次方，你看有多少啊？光九的九次方就有三亿多的次方，三亿多的数啊！你一气三千，告诉各位，我们你悟了，回归自己心灵的原点啊！这一气三千啊，一气就是圆，所以给各位同修，你们的法号，有一年给你们的法号都圆自备。等到你们收徒弟了，就是亨字辈；而你们当师公了，就是利字辈。你当师座啊，或讨怕过啊，就是真字辈。那时候就天下太平了啦。哎，你要做师座啊？啊，我要做啥？啊，好了，我们再讲下去。两仪四象，八卦五行，我们的念头就是两仪。念头有善有恶，而是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啊，这是两仪，
这两仪，啊，一个是二，一个三，四象，四种现象，啊，善中有恶，恶中又有善，所以宗教家啊，对一些糊涂的众生，当他枪毙的时候，还是要度他。即使世间他的身体是恶的，念头是恶的，他内在心灵那一个是善的灵性。所以宗教家都会对于一些糊涂来世间的，为他们说法。那么善中又有恶，我们常常叫做自我矛盾。难道我就这样对吗？我对他好，万一他对我不好怎么办？这是善中有恶啊。那么有的恶，不好的思想、不良行为，有时候想，他也有时候用啊感动他，会觉悟。一个人将近的时候，他还会也有善念。所以有一句名言：鸟要死了，他也会叫；人要死了，他也会忏悔。物中之善啊。所以这个扭转乾坤都是自我自己来扭转的，而不是假他人之手。但是自己要修，你才能彻底了解到两仪四象的真实意啊！祝福各位。